鸡还有鸽子。黄鳝，阿杰阿姨，啊，都活的哎、欸，青蛙都是活的、欸，那是鲑鱼，好大哦，它鲑鱼好大只哦。这个黄甲多少一斤？40啊？这甲鱼一斤才40耶。烫头就是大头鱼。河流啊，对，这河流那个鲤鱼。河流，我知道，鲤鱼是啥？哦，鲤鱼啊。对啊。小龙虾，这是小龙虾。这菜市场不大，今天怎么这么闲呢？去工作吗？然后你生吃，我给你生吃了。这个生的白的，有鸡肉。好好的地方，那个三个我。那个也可以吃啊，但是没有钱呢。刚好的呢，你一瞧一下，那比那个好贵啊，那个在路上那个15块，要挑这个，它比较大块。他买的不对，那收起来没得了，那牌子没得了，没安心。就这么一点点，还写得很大。外围都会有，一般他们菜市场外围都还会有人在卖。对啊，对的，这应该是农民自己种的，带过来，一粒5块一把。5块啊？对啊，就跟台湾差不多。哎，佳佳。好，那我加。麻薯。够。这边还有啊，
这边还有，我以为很小，结果走，这边还有，这边都是肉的。对啊，这卖药那个生辣椒味，对啊。怎么分两头？这边就比那边干净多了。这好像是二楼吧。那个就是牛肉，这就是牛肉。你下面有多少？啊？好像水果就那么一摊。远离他吧。他这里面还有。哦，这就通到刚刚那边呐。这个是你来的喽，你这个什么好困难？那你来的时候他去的。我要你啊！要来了，谢谢你，欢迎下次光临。哭得好凄惨。这就通到刚刚那边呐。好了。一样啊。对了，刚刚那边呐，好了，大概市场就这样，出去了吧。看看这摊有没有卖药材。好好好。哎，就过来，过来，在那边吧。好像没有。这边的药材比较不好。是啊。走出去了吗？直接买，不然就去那边买。我都回来吧。转机时间太短。一次不能不得。那些菜蛮多的，莲藕。小心不要。没有。
是吗？白老鼠。卖酒的，他这卖酒的。你喊点话是这意思的，得。小学。好的，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在五一广场附近有一个叫吉祥如意市场生鲜市场这边所拍摄的影片，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同时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给你的亲友。有你的支持，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好的，我们后会有期。